苹果的15 Pro 和14 PM 差距到底有多大？目前官网的15 Pro 256G 的售价是8999，而在小杨这里哈，无锁的14 PM 256G 只要7000出头。那么14 PM 的卡片机更是跌至了5599。那这两款机器到底应该怎么选呢？首先性能方面，15 Pro 搭载的是 A17 Pro 的一个处理器，对比14 PM 的 A16， CPU 性能的话仅提升了 10%。不过15 Pro 拥有了 8GB 的一个运存，响应速度的话确实会更快一些。然后在配置方面哈，一个是6.1英寸，一个是6.7英寸，屏幕采用的是最前沿的灵动岛设计，也支持了120赫兹高刷。但是15 Pro 也升级了钛合金的铝合金中框，相比14 Pro Max 的不锈钢中框更加的轻薄，也过渡更加的完美，同时也存在沾染指纹、抗摔性弱的一个风险。再者的话就是它这个三摄系统了，都是相同规格的4800万主摄，只是15 Pro 更加的优化了影像的一个算法，但是实际照片质量和成像表现来说，两者依旧是第一梯队的顶尖水平。按照每年迭代的一个升级规律哈，理应是最新款的15 Pro 是应该最好的，但是事实上14 Pro Max 的综合体验依旧是要优于15 Pro， 甚至是在续航上力压15 Pro Max， 依旧是苹果高刷旗舰机里面的续航王者。可见这个新架构的 A17 Pro 啊，并未给15 Pro 系列带来更好的续航表现。总的来说，如果说你想追求极致性能、轻薄手感，那么这个15 Pro 确实是不错的选择，但如果说优先考虑续航或者性价比的话，那这个14 PM 依旧是在你这个价位段能够买到的最好的 iPhone 手机。